OpenAI 在今天凌晨他们又发布了新的小玩意儿，那真可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我刚恢复更新，他们就，你懂吗？其实呢是山姆奥特曼一直在等待我给他打电话，以便呢我们两个可以同步的更新，但最终呢我还是没有打。那请问阿婆主这是为什么呢？王不见王。那他们这一次更新的是一个系列模型，有三个，分别是 GPT 4.1、GPT 4.1 Mini、GPT 4.1 Nano 模型。其中这个 Nano 模型，他们说这是迄今为止他们推出的最小的一个模型，但效果非常的好。我大胆的推测一下，它就是为手机准备的模型。如果猜错了，我就删了这个视频。这次的 GPT 4.1 呢，他们号称有很大的改进，编程方面以及这个指令识别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，并且呢速度还非常快，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们决定在2025年7月14号正式下架 GPT 4.5 Proview 模型。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 GPT 4.1 跟之前的模型呢旗鼓相当，甚至是更好，而且成本和延迟更低，那干嘛不用啊？省一下 GPU 不好吗？不过呢这个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词，我先保持质疑，等会儿我们再来看。目前这个型号是为开发者设定的，所以只能通过 API 来调用，他们对这个模型进行了专门的智能代理工作流的优化，非常适合做一些文本翻译或者是数据的分类、代码补全。那这三款模型的上下文呢，都是高达100万 token， 支持库都是截止到2024年的6月份。在衡量真实世界软件工程技能的测试中 ，GPT 4.1 完成了 54.6% 的任务，而 GPT 4.5 呢只能完成 33%。他们不是说已经超过了 GPT 4.5 吗？要把 GPT 4.5 的预览版给淘汰掉。我这里不禁要问。谁他妈教你这么取名字的？你要不会取，你可以问一下网友。如果只看名字的话，会以为它是一个 GPT 4的升级版，比 GPT 4.5 弱。这个就好像儿子的名字叫父亲，父亲的名字叫儿子。我管你叫哥，你管我叫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些场外信息。就是 OpenAI 他们这周不是要发布一些新东西嘛？那像今天发布的就是 GPT 4.1、4.1 Nano、4.1 Mini， 马上要发布的是 O4 Mini 和 O3。据说这个 O3 模型呢已经灰度了。另外一个场外信息呢，就是 Cursor 他们宣布，所有 Cursor 用户均已启用 GPT 4.1， 也就是免费用户也是可以的，你只要更新最新版。我们暂时免费推出，让人们来感受一下这种模式。想听听您的意见，我们尚未推荐将其作为末日设置。等会儿我们来测试一下。首先打开你的 Cursor， 点击右上角的设置，找到模型，然后往下滑，你会看到有一个 GPT 4.1。目前呢没有这个 GPT 4.1 mini 以及这个 nano 模型，这两个垃圾我们不用也罢，我们就是这个 GPT 4.1 到底怎么样？我这里上来就是一个我们频道里的保留项目，写一个超级马里奥游戏并运行要求功能完善、页面优美，啊，直接开始。哦，这个速度还挺快，应该它在内部跑，这个应该是 Cursor 的问题，因为 Cursor 它里边有些机制我们也不懂嘛，它是一个小黑盒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请求终止。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没有终止它，因为它没有在 ChatGPT 的官方页面上去上，所以只能通过 API 来进行测试。什么鬼呀、啊、！What the fuck！ 等会儿让它跑起来，我们再看效果怎么样。当然，这次不会给大家做过多的测试，下期吧，下期加上那个 Gemini 2.5 以及那个 DeepSeek 他们一块儿啊，来个大乱斗，又可以水一起，不是又可以剁一起。打开 HTML 即可在浏览器中游玩。那我们打开一下吧。好，这个游戏打开了。我给它放大一点啊，按 R 继续。哦，是可以踩的。看起来好像确实像那么回事，因为之前我们的测试中让 ChatGPT 来写这个游戏，它写的就非常拉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测试视频，那真是史中史。好，我们让它继续完善。这一步呢，它是在添加金币收集功能。啊，又完成了，我们再看一看。好，游戏开始了。这次呢有了金币，但这个金币没有动画，我们注意到，而且地图呢不够长，没有砖块，我们需要让它继续的完善。目前地图比较小，需要更加丰富，同时加入砖块。那我们发送，然后扩展地图，加入砖块。那么趁它在生成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啊，目前呢就是在这个目录下进行的。我现在有个想法，我们可以用 ChatGPT 的原生生图功能，给它生成一些角色的贴图或者金币的样式，然后呢保存在这里。我现在呢大概让它画了4张图，角色以及角色走路的时候，包括这个金币以及怪物，在我的目录中对应的图片，在我的目录中使用对应的图片。我可以看我走路的时候，它一直就变成这样啊。其实我应该做至少3、4张图，那它才可以变成正常的。那大概就这样，只是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嘛。 啊，一个小思路，最好的办法呢，还是把生成的PNG图片转换成GIF动态图，这样直接放上去，它就是动的嘛，这样扭动的，啊，非常有意思。我这块给它全部删除，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它的 UI 怎么样。我让它帮我制作一个产品落地页，啊，风格像苹果那样。图片可以使用 Unsplash 的 API 随机调用，然后回车，看看怎么样。 好，现在他说已经完成了，可以直接运行。OK， 来看一看，有错误啊？这里呢，他说已经修复好了，我们试一下。它修复之后呢是这样的，好像样式没有应用上，我们给它截个图。 这个模型怎么全是错误呀？没有那个 Claude 3.7那种很顺畅的感觉。错误。不是说对这个编程进行了优化吗？我这次呢，直接让它用 HTML 来写，因为我主要还是想看一下它的 UI 设计。很明显，我们前面让它写的，它有很大的问题，而且它自己排查也排查不对。OK， 它写完了。怎么这么丑呢？我去、啊，跟他们 DeepSeek 写的不是，我不是点吹牛逼呢，你大胆！我让他用 ThreeJS 写一个旋转的 3D 盒子，里面还有个盒子，盒子里呢是个小球，要求遵循真实物理碰撞，同时优美一些。他现在已经写完了。最后我们让他写一个计算器，然后就结束了。我有点测烦了，我现在完全对他不感兴趣了。哦，这个看起来还可以， 33×33，啊，这个还很像样。不过考虑到这个计算器已经烂大街了，它很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抄过来的，所以也没什么意义。我呢又尝试让他写了一个博客，哦，这次成功调用了这个图片啊，这个倒是还像那么回事儿。但是这个 UI 怎么感觉？ AI 的味道这么重啊！那我们今天就先测到这儿。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评论或弹幕留下你的问题。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希望给个1键3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